兄弟们，现在水已经抽干了，你们看里面好多的鱼哦，太多了，我去，我们现在下去把里面的鱼全部给抓起来。这里还有好多小的这种鲫鱼啊，这种鲫鱼一二两一个的，二三两一个的，太小了，没有什么用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进水管拿起来，发现好多的鱼都卡在这里面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这是今天的全部的收获了，你们看，好开心呐，我去，收获了好多这种大的鱼货，好久都没有这样子开心的抓鱼了，真的。尤其是这条黑鱼，收获太惊喜了，太开心了。这种小的鲫鱼的话我们就不要了，你们看这种鲫鱼抓的特别的多，我们抓大放小，这种小的话我们把它拿去放生了，抓的这几条大鱼已经很开心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些小的鲫鱼把它放在这个田里面，不要了。喜欢户外的朋友们对着屏幕点点小红心，我们马上开启直播。